开始，全体肃立，唱国歌。赞美主。国歌领唱人员请转身，升起军礼，军礼。这个在总统府前的元旦升旗典礼哦，我们刚画面呢有 tag 的，就是这个新科台北市长蒋万安了。为什么会特别 tag 他呢？主要还是因为哦，大家非常关心说这一次呢，他是首度的以市长的身份来出席。而就在去年的时候，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就是呢当时的台北市长柯文哲，他一度呢是站在这个行列当中，吹着冷风吹了40分钟，引发了一阵舆论的讨论哦。那么在今年呢，蒋万安他再度的来参与这个升旗典礼哦。那当然呢，他是跟着总统以及副总统呢的就队伍一起进来的、哦，所以呢，其实是总统府这边呢有帮他来做接待的部分。而柯文哲今年虽然也有收到总统府的邀请，不过他是选择没有参加，反而呢是要来参加这个元旦的健走活动。所以今年呢、啊，他就没有出现在总统府前的这个升旗典礼了。那么在今天呢，稍后的时候，8:30的时候，总统呢也会发表他的新年谈话，预料将会进行的就是在昨天呢这国安会议当中有讨论到的一些经济的议题。当然，大家非常关注的就是在聚焦说，到底这个还税于民的政策会是如何呢？在昨天的整个报告当中有提到说，1800亿的部分哦，那他也提到说会有采全民共享的方式呢，朝这个方向来进行。当然，这时间点呢可能不会这么的快哦，所以呢，在稍后的时候，总统也会来做说明。而这一回呢，他同样也是开放媒体来做 Q&A 的。那有这些情形，我们也将随时为您掌握。谢谢。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